绿皮小火车邂逅山水田园风光什么样？7月26日，巴蜀文旅走廊摆成型，来到四川广安岳池县郑家村岳池龙家生态文化旅游园区里，便有着一辆飘着咖啡香的列车。两节退休绿皮火车，车厢被改造为咖啡馆，车身印着1314号，谐音一生一世，被当地人称为幸福号。看视频，一起乘坐1314次幸福列车前往幸福站，感受乡村振兴的美好期许吧。